备妥当五场三班一六五零，准备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咁啊见到前面快啲嘅马埋边有大俊啦，中间开心饮胜啦，咁啊太奇妙红衫嗰只啦，大外档仲有财俊福星噶，咁啊再见到中档位置有阔达潇洒啦，同埋呢只强中坚啊蓝衫噶，咁啊再数翻入边嘅马匹啦，先有呢只咧就系魅力心噶，咁啊后一层嘅马啦，咁啊内栏有呢只旅游名牌啦，中间咧就百威将领，外边咧就系呢个驾宝啊，咁啊再跟住后边嘅马匹啦，先见到咧有呢个魅力星咧就尾子，暂时殿后咧就系精彩生辉嚟噶。好啦，过咗呢个咧。就是满贯湾啦，前面带头有呢只财骏福星噶，跟住第二位就系太奇妙啊，后边第三内栏位置就系呢只大骏啊，再后边嘅第四位咧就系呢个开心饮胜啊，内栏位置第五啦就系呢只咧$37嘅就系呢只魅力心啊，响外边咧望空咗就系呢只强中坚嚟噶蓝衫嗰只啊，再后边嘅马匹啦，先见到有呢只驾波跟住佢上啲啦，中间阔达潇洒，后边嘅马咧先有呢只旅游名牌啦，殿后几匹马有精彩生辉外档上啲啦，包尾一对就系百威将领同埋嗰只咧就系魅力星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尾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仲见到有呢只咧就系财骏福星啊，跟住第二位就系呢个太奇妙啊，内栏第三有大骏啊，外边强中坚都要开始比添啦，中间位置开心饮胜啊，咁啊再内栏位置魅力心嚟噶，咁啊中档驾宝大外档就系精彩生辉噶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财骏福星啊占先啲，咁啊中间咧有呢只太奇妙啊，咁啊再后边嘅位置中档上紧嚟就系呢个魅力心啊，大外档系精彩生辉。最后二百啦，前面走甩咗就系呢个财骏福星啊，咁跑嚟咗个几身咧，好有机会赢马。跑第二名就系太奇妙啊，第三名咧就系魅力心啊，第四名咧好接近我几只马，魅力星啦，中间阔达潇洒啦，外边精彩生辉，影相争第四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只财骏福星纯粹摆咗喺前面走，结果放到底，太奇妙第二，魅力心咧就系第三啊。哇，几只等喺前面走嘅马，咁就七同十一对就咁走咗翻嚟啦。财骏福星啊，钉完甲即刻入闸，都一放到底。汤志杰赢马，跑第二名就是太奇妙，第三咧就是魅力心啊，以三个本地骑师，四个添啊，第四是阔达潇洒，都是他啦，本地骑师啦，七十十二百。但系强中坚可能有事啦，全程走三踏入到直路已经褪咗落去啦，收费啦，十二档。我睇下啦，大骏出咗嚟先啦，巡逻影片。外面粉红色帽就财骏福星啦，咁啊中间红底色衫嘅就系太奇妙，咁啊两匹马都摆咗喺前啲嘅位置跑噶啦。太奇妙早段谂住蚀啊，咁啊变咗啊失咗先机。如果佢早段啊积极啲啊，可能埋到烂先嘅，可能佢想蚀啊多啲早段。咁而家焗住系二跌望空咗，诶大骏啊开心饮胜啦。魅力三啊，守住栏啦，跟住佢达潇洒，哇！即冇个强中坚啊，三碟，因为四碟咁滞，其实就望空咗噶啦，捉都捉唔住呢度。人家又走下走下走埋上去，再前少少。佢后面就驾宝啦。佢达潇洒喺中间都头零零，都唔系好规矩啊。旅游名牌就喺个埋栏嘅位置，咁啊，最后啲百威将领，魅力心尾二爆尾，再生辉，聚下聚下咁。雖然步速話唔係快啊，不過咁嗰個位都幾蝕啦，又留得辛苦啲啊！只強中堅喺出邊，前面財進福星嘅放啦，太奇妙跟住佢嘅啫，埋邊係大進，開心飲勝，魅力心又係埋難嘅，駕寶又係開邊三碟嗰啲又係跑得差啲啦，演出中間係豁達瀟灑，旅遊名牌又喺埋難。精彩生輝仲喺呢個彎發力添，今日都真係幾好蝕啊，幾唔得啊！呢、這個咁樣跑法，不如再出。见强中坚呢度都冇乜噶啦，呢度个位冇得顺势收工啦，嗰度都收慢咗啦。我前边嗰啲咁样翻翻嚟咯。